准备一下啊，我们差不多要开始啊。OK，拿你的课本出来啊。没有课本的，你就要准备写在一边啊。OK，好了，来大家，我们上课了啊，OK，开 video 啊，那一次进来的要不给我讲了啊，我讲了最迟5:05，OK，我可以接受电脑有一些小问题还是什么啊，慢了啊，先慢啊，不会超过5:05，嗨，OK，来大家，video，video，everybody，看一下在不在，佩恩、主持人、阿赖，OK，OK，好，OK，可以写在一边啊，你们的东西，主持人，开一下啊。OK，那一个开，主持人开。那个Johnny Stada 啊，我们来看一下。哎，之前的呢，这个我挑回去一下下。OK，我们做一个好像小复习这样。OK，所以那个毒品的种类，大家记得这个什么吗？Banana 英文的，你看你的啊，复习我就用一个语文就好了，带过哦。Banana 它是镇静剂，对不对？镇定剂啊，好像是啊，是啊，所以它是让我们的身体的那一些反应慢下来的啊。然后呢，它的例子要记啊，barbiturate、alcohol、酒精这些咯，就是慢的咯。Brangsang 这个是它叫 stimulant，对不对？它是相反的啊，它是刺激性的，所以它会让我们东西啊更紧张、更快啊，所有的东西哦，身体的那个协调。同时呢，它让我们更有信心啊，对四周呢就是更加的可以我们叫什么 alert 啊，比较可以 focus 在四周啊，环境在发生什么事啊都可以嘞啊，所以这个是 amphetamine 和 methamphetamine 啊，OK，其实 methamphetamine OK 啦，然后呢，说例子你还是要记啊，OK。inhalant 这个是吸进去啊，讲用鼻子啊，用呼吸气管吸进去的毒品啊的药物，所以啊，这个是毒品来的啦哈，包括那些溶剂啊，包括气体 gas 啊，有的人吸那个什么强力胶啊这样的东西咯。OK，hallucinogen 是会导致产生幻觉的，你记得吗？啊，ketamine、LSD 这一些啦。OK，接着啊，然后呢，下面来看一下这个啊，所以这个是。毒品啊，还有酒精对身体协调的影响啊，这个是真正比较是外在的协调，哦，神经系统的协调，这个是刚才那个是在讲对精神方面的，你知道吗？啊，这个是真正的协调啊，哦，不是，全部都有了，全部都有，说包括呢荷尔蒙不协调，哦，啊，所以荷尔蒙的也有啊，我们的身体神经系统的也有，荷尔蒙不协调会导致就是荷尔蒙的其他的反应啊太多或太少啊。OK，讲话口齿不清，然后呢，tindakan reflex 啊，你的 reflex action 会慢，就是打你一巴掌，过后才发现到，哦，很痛，这样咯。OK，还有一个就是失去平衡啦，啊，走路走不直这样啦。OK，所以呢，接着啊，还有啊，比较严重的一些对于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危害啊，这个是肝有疤痕，然后 cirrhosis hati 啊。英文它也是叫 cirrhosis，还有那个胃啊，深 ulcer，就是其实呢，它胃上次我写一个胃溃疡啊，它生一个东西，其实就是它的表皮啊被磨损了，被那个 acid 消化掉一点了，你知道吗？所以它就长一个洞出来，像嘴巴的那个 ulcer 这样，我们咬到嘴巴那种 ulcer。说其实这些地方是很难好的，因为一直都是潮湿，对吗？不会讲干掉。如果我们皮肤上啊。外面的皮肤啊有伤口，我们要保持它干爽，它就很快好，是不是？这些事你看都没有都给它干了，还一直，所以胃痛很难好，就是这样哦。然后呢，会可能性情会比较凶猛一点啊，它会做出就是失去理智的事情啊，还有呢幻觉啦，hallucination，听到或者是他看到
不存在的东西啊。OK，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看一下7:3啊。不过我发现呢，其实Form 4啊，蛮多课的，有12课啊。我们现在7月了啊，要再快一点点哦。OK， 所以呢，这一个啊 ，healthy mind， 明大洋 say hard 哦啊，就是。所谓的健康，所谓的 healthy mind 啊，我们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啊学了哈，你可以写在作文里面啊，英文作文比很还蛮常出这样的东西啊，马来文也是有，不过这个题目呢，英语作文有时会有的，或者是就是一个健康的人要怎样咯，这个比较是健康的思想啊，健康的精神啊，这个 mind 比较是精神方面 ，OK， 所以健康的是怎样的呢？它可以正。他可以逻辑的思考 ，can think and make judgment， 可以做 judgment 啊 ，but 定方案就是考虑，他会，他可以逻辑的去考虑事情，你知道吗 ？OK， 哎，我没有开到笔啊，原来开笔。所以如果是呢，好像喝了酒啊，哈，喝醉了还是怎样啊，他其实不太理性了的嘛，这个我们在讲他能够理性的思考做考虑 ，OK， 考虑事情，Wajah 就是正确的适当的啦，哇这样大的那个字 Pertimbangan 按放回小点啊 OK judgment 啊，那个是 judgment 啊，然后呢 able to detect stimulus and respond accordingly， 它就可以感应哦，它可以准确的感应刺激物，就是有人打它知道有人打它啊，不其实不是只是讲打那个，只是比较严重哎，比较夸张一个例子罢了。比如说我们在走路啊，你在走一个斜坡或者是那个路啊有凹凸不平，这些它都会刺激到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可以感应到哎，这里歪了，哎，这个是山坡，这个是斜斜的，所以我们的身体会跟着协调，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感应到刺激物，然后呢正确的去给反应，给适当的反应啊，这个我叫适当，我想到了适当啊Accordingly 你可以讲适当，给适当的反应 OK， 所以真的是有人打你的话你会闪呢、啊、哦，再来 Can recall past events， 然后呢会记得，其实记忆如果还有记忆代表你是健康的啦，对不对？如果是失忆啊，你有听过啊，看戏我们看过吗？哇，选择性失忆，哇太伤心了，因为、哦、那件事情啊太伤心了，他选择性失忆忘记掉，其实这个也是精神上的不健康来的，对吗、哦、所以如果呢我们可以回忆起啊，想起回忆起，这个叫 recall 啊，回忆起或者是想起，就是记得也是可以OK， 买文蒙英阿弟啊，如果记得过去的事情，无论他是伤心或开心，这些都是代表你是健康的。OK， 有什么事情忘记了的嘛？啊，代表可能不是很健康啊。OK， 然后再来，刚才啊，谁迟进来的哈？我已经讲了啊，5:05了，不要超过啊，那个是最后的啊，最后的门槛啊，我不要给你进了的、啊。5:05过后，改天啊，我不要给你进了啊，我跟你讲啊，我给你5:30才进啊，你要迟你就直接迟到尾哦、啊。OK， dare to accept challenges， 哇还愿意接受挑战，其实我觉得也是对的，虽然有点搞笑啊，不过我觉得是对的，因为啊如果是不愿意接受挑战，现在不是有很多、哦在什么国家啃老族啊，日本啊，对不对，日本啃老族对吗，日本是一个我觉得啦哈，他的 mental well-being 不是，我觉得应该有统计，只是现在我没有看那个统计，我不敢讲，可是应该是他们的 mental well-being 不是很好的，有压力啦，对不对，听都听过，虽然我也没去过啦、哦、可是大家应该听过或者是看过 video， 对不对，有压力，然后又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压力的一个环境来的、啊、然后有很多很多压抑的事情这样，哇然后、哦、有很多啃老族耶，那边、哦、啃老族是怎样呢，就是、啊、他到了30-40岁了，他还是在家，然后吃住都是靠父母的，所以他叫啃老族，就是他还是就是要靠年迈的父母这样。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讲那一个啊？因为很多这样的人呢、啊，就他也不愿意他出门外，因为他不能够，他没有办法接受挑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心态上很不健康的一个哦，一个
现象来的一个特征 ，OK？ 再来还有什么东西啊？这些啊，其实这一组全部东西呢，其实是很逻辑的啦啊，你会看的。我相信它出哦，它也是可能会出一些其他的东西。你看逻辑的啦，健康的人是怎样的啊？不健康的人是怎样的就可以了咯。所以会分辨对和错 ，OK？ 有责任感这些啊，我们挑一下啊这个 hidup dengan 什么东西哈、啊？他跑了。Live in peace and have a positive view on life 哦，对于生活呢是有很正面的看法的，知道吗？啊 ，Live in peace 就是他可以他活到比较轻松不是讲轻松啊安详啊，好像 rest in peace 啊 ，rest in peace 是人家死了，跟他讲叫什么啊？安息吧，对啊，那个是 rest in peace。哎，大家如果是有人死了，你要。慰问他的家人，你不会讲 rest in peace 哎，你不能跟他的家人讲 rest in peace， 因为 rest in peace 跟那个死的人讲了，你知道吗？啊，我虽然我要讲一下，因为很多就是好像在 Facebook 他们会 type RIP， 对不对？哎，那个完全是那个是除非那个 Facebook 是那个死了的人的啦，因为不一样的嘞。哦，啊，哎 ，God bless you 有一点太什么啊，轻描了，说 RIP 啊，是跟那个死了的人讲，或者是你要讲 RIP， 你讲 May he 那个人啊 ，he 还是 she 我不懂啦 ，Rest in peace， 希望他可以安息啊 ，OK， 说其实如果是英文的话，人家会讲啊 ，My condolences to you and your family，OK，My、okay? condolences 就是，我都不懂华语叫什么啊，你可以去找一下，你随便 type 你就找到了的，要讲写 ，OK， 这个他卡了啊，这个 my 文不要紧。OK， 所以还有什么东西啊？华语是咯是咯，就节哀顺变对，说节哀顺变很正确哦，就是讲哎，你们就节哀吧，不要太过伤心了，还是怎样啊？是不是啊？OK， 太卡了，我已经 compress 了啊，可是它还是会卡，奇怪，关。OK， 等下我要再开多一次，我已经弄小了嘞，为什么它又卡？看来要重新 install 过我的 Adobe 了。Yes，给它再开过。OK，所以其实蛮逻辑的哈，刚才那一组东西，实体面。OK，我开一 set 先啊，我不要一下子开两个。看一下还有什么啊？你们马来文的，你可以看马来文的一下。哦，阿赖没有课本哦。我应该看马来文哦，OK，不要紧，等多一下了哈。Free from prejudice 啊，这个就是他讲没有这个叫我俩叫偏见呢、啊。等下我找一下这个的华语啊，我真是不懂他华语这个叫什么。我们不啊，对，他叫成见偏见，对别人啊，不会有太大的歧视啊，成见偏见歧视啊，我们都叫 prejudice 的，OK。偏见。OK，然后 open-minded 就是比较开放，这个开放不是我们想那，你想那种开放啊，OK，理解啊，这个开放是就是对愿意接受外来的事物啊，哦，人家讲的东西你会听，这个叫 open-minded 嘞。说其实你们可以写的，然后就是这个是一个好的叫什么嘞哈，特质来的嘞。Open-minded, berfikiran terbuka，它叫是不是？还用这个啊？说、so, 这个 berfikiran terbuka 就是啊，其实它 open 就是讲他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的哦。如果是不 open-minded，人家讲么他不接受的，很固执，是这样。OK，然后不 emotion 呢？人家讲 emo，你 emo 啊？他的意思是就是什么情绪都很多情绪的，然后情绪不稳定的啊，说、so, 这个是不会 emotional 的咯。还有。mampu menaaku 啊，reason 啊，就是去理性的思维的，OK？你看它英文啊，马来文的你可以看一下推理，OK？我找到了，它叫推理，你知道推理啦，就是用理性去思考这样啦，推理，able to reason。你记得科学数学有一课哦，不像数学的那一课嘛，它叫 mathematical，它叫 logical reasoning 啊，好像是。Logical reasoning 还是 mathematical reasoning，就是这个咯。其实为什么叫 reasoning？因为它就是推理，它是一个推理思考来的啊。如果
如果所有的女生都穿裙啊，哎不，他讲全世界的女生都穿裙啊，然后呢啊，丽姬穿裙，说你的推理就是哦，丽姬是女的，这样很合理嘛，是不是啊？这个是 able to reason 啊，蛮不门啊过啊，OK？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一刻咯？他要看你会不会推理啊。看一下松山案呐、啊，哦，然后有松山案呐、啊，那些啊，对对对啊，你记得那一刻哦，对对对，OK。然后呢，这一个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mental health 啊，个是哈达明的，所以刚你看啊，这些东西我们叫 mental health，就是你的思维的健康啊，关系到心情啊，关系到和、哦、你有没有真的是忧郁压抑啊这种啊，这个我们叫 mental health。好像现在这一个时期呢，时间呐、啊，哦，是大家很多人的 mental health 都不是很好的，有没有看到很多人自杀的新闻哈、啊？有吗？最近有吗？有人看到吗？啊，我讲马来西亚，其实全世界都有啊。不过，近期内马来西亚蛮多的。然后，就很严重啊。然后它是说这个就是全国性的或者是全世界的一个就是 mental well being 不是很好啊。哦，然后其实这一个星期开始啊，这一个星期开始好像是咯。就少了这个新闻了。其实不是没有，你知道吗？是因为哈、哦，有一个如果一直在播这种，这个叫什么啊？这种新闻的话哦，会有很多人跟的，它会影响到别人的。不是人家跟啊，其实不是在抄袭还是什么，因为会影响了这个东西，所以越来越多。现在他们就停止了，因为应该是有心理学家还是什么啊，就是他们背后啊，他们已经知道，哎，不可以。跟他们讲了，不会再播放叫什么报道太多这一种新闻了，会导致大家的 mental health 都不好了。OK，所以有什么因素会影响 mental health 呢？现在哈、哦，如果你看到身边啊，还是有成大人啊，现在其实很多大人很忧郁的，其实很压抑的。所以如果你发现到的话哦，其实很多方法求助啊，有很多电话号码可以打去，你上网查就可以了哦。然后他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呢？OK，你看啊，说现在好像有很多人很忧郁，他们呢、哦、大人是这样的啦，他们忧郁哦，很压抑哦，他们就去喝酒。但是其实啊，这是一个所谓的恶性循环，因为喝越多酒，他就更忧郁，然后他很忧郁，他又喝更多酒，然后他喝更多酒，然后更忧郁啊，因为他会影响心情的喝酒，你知道吗？你想不开，对，有的人他好像就是他们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啊，还要去死还是什么东西啊？是他当下已经怎么说呢？他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推理了的，所以他需要旁边的人指导开导他们，所以家人很重要了，知道吗？如果你们真的看到有大人有这样的情况啊，你们要叫小孩们去应对，因为小孩是最强大的，其实就是孩子啦啊，所以其实最强大就是你们了。不过当然啊，青少年是有很多烦恼，而且青少年是然后荷尔蒙非常怎么说呢，起伏很大的一个年龄来的，所以如果身边的朋友还是你自己有什么啊，也是要找人讲，要找人聊天，OK？说刚刚我们讲哦，会影响哪一个就是酗酒了，OK？啊，他讲的是不，我讲的是酗酒啊，不是喝酒啊。啊，你在家里煮黄酒鸡那个没有关系啦，知道吗？这个是 excessive，就是过多的，OK？再来呀、啊，我们顺时转啊，hormonal imbalance during menstruation。你看啊，在 high 的时候，这个你知道，或者是 pre-high 要来月经或来月经前或这个叫什么？不都是还叫什么呀？更年期这个也是会，因为这个时候是荷尔蒙失调的时候，对于女生来讲，所以不要去刺激你的老妈，知道吗？OK，再来啊，mental health 啊，的 mental stress，sorry，这个就是压力咯，哦，压力现在大家都在经历的啦，哦，然后 aging burnout 就是老化啊，这个叫 aging burnout 是叫老化，所以肯定的啦，哦，这个不用，这个是很逻辑的。如果你想你现在已经开始老化了，你已经开始老了，你就会想，哇，我在浪费我的时间啊，被关在家。你至少现在你还年轻，你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对于那些年老了的，他们可能还会有这个想法，哇，我的剩余的年龄都不是很，还都不懂还有几多年活在这个世界上，这2年就被关在家了，哇，很压力的。这样的话是不是很忧郁啊？所以老化也是会导致哦啊，mental health 比较不好的。
然后当然毒品也是啦，哈，滥用毒品。还有呢，有些啊是大脑受伤啊 ，injuries 是受伤，你知道啊，受伤。OK， 受伤也是要看受伤到哪里了。有些是刚好啊，它伤到控制荷尔蒙的地方，它伤到情绪控制情绪的那一个部位啊，这个是肯定会影响了的咯。OK。他甚至可能就是所谓的性情大变啊，本来还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现在变得很 big tick 的，每天骂人的啊，等等的 ，OK。所以大脑受伤有几个可能性啊，当然撞到啊、跌倒什么也有可能 ，OK，accident、okay? 啊，或者是 tumor 是肿瘤啊，大家 tumor 是肿瘤 ，OK 啊，长瘤这样啊，长在里面，它压着那个地方那些神经线，然后呢，或者是微生物感染啊，细菌感染，你知道吗？啊，感染，所以我不能讲细菌感染，因为感染不一定是细菌，可以是 virus， 可以是细菌，可以是 fungus 叫什么霉菌啊，都有可能的。所以是感染啊，肿瘤啊，什么撞到啊，哦，都有可能。OK， 所以这些呢，是刚才的那一些解释来的，你可以读过，哦，容易帮助你写东西。其实这一个部分啊，还有你的好像马来文作文啊、英文作文啊，哇，都很多东西可以用的。OK， 然后呢，这个我看啊，这一个它是 ，OK， 这个是我们对于社会啊，哦 ，OK， 他讲 having a healthy mind 的重要性，下面啊 ，kepentingan mempunyai i m i n d a yang sehat， 所以如果是各方面就是那方面健康的话呢，啊，就是它的重要性是什么？说比如说你看啊，家人会受影响啊，当然对吗？哦，家人会受影响啊。啊，一个人不开心，整家人都不开心啊！所以，如果是我们这个叫我们思维健康的话呢，情绪上也健康的话呢，它可以让家庭更幸福 ，OK？ 然后我们可以做正确的理智的这些决定啦 ，wise decision， 然后成为榜样啊，哈、哦、啊，就影响家庭这样啊。然后呢，在工作方面当然也是更好咯。啊，所以呢，你也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target， 可能哦，就是开学过后啊，或者是改天哦，就是人际关系方面呢、啊，可以就是重新调整一下自己，就是心态上要良好的，因为感觉在做工方面其实很重要的，很多时候啊，在工作方面啊，人家喜不喜欢你是很重要的哦，当然你要会做东西啦 ，OK， 啊，所以可以 forge a good relationship。良好可以联系良好的关系咯哈啊，这个员工和雇主方面，哎，英文这个啊 ，employee 是员工啊，你知道吗？然后 employer 是老板 ，OK， 雇主啦，雇主老板啦，啊 ，employee 还有 employer 会分一下啦 ，OK 啊，然后呢啊 ，pekerja majikan 啊，雇主啊，然后也是跟同事之间 colleagues 是同志啊，这个会读吗？会不会不小心读成？叫什么学院大学学院、哦、不一样的啊，你看到它 spelling 不一样的、啊、这个是读 colleagues OK rakan sekerja， 然后呢当然你做出来的工作素质会更好、哦、quality work 啦、啊、good job quality， 然后比较有纪律 OK 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啊， learn to handle constructive criticism， 所以刚才我们讲啃老族是不是很多是因为啊他没有办法接受外面给他的批评。你第一天工作，刚才你要记得、哦、你出到外面第一天工作，你就要心里准备被骂。如果那个人，如果你的工作的地方那些人没有骂你啊，其实你也没有学到那么多。你要想哎，如果你十多岁、二十多岁不被骂，难道你要到四五十岁才来被骂？是不是？如果你十多岁没有被骂，你没有学好的话，当然如果你做得很好，就不应该被骂啦。OK， 但是如果你十多二十多岁不被骂，你没有学好。等你到四五十岁才给人家骂，到时可能、哦、真的是会想要跳楼了，是不是？因为到了四五十岁啊， 有的很多人有那一个心态，他就很 ego， 他没有办法接受人家讲他了，你知道吗？不过当然四五十岁还是有可能被骂的，对不对？所以要好好的去学习处理人家的这个批评哦 ，OK。然后呢，就是作为对于社会啊。你还是你可以作为扮演一个朋友的角色啊，去然后去开导朋友，或者是跟他们就是交换意见啊等等的啦 ，OK？ 所以社交方面哦，朋友哦，还有可以帮助到别人啊 ，OK？ 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啊 ？Country， 哇，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啊，
会不会在我们的真的是国语作文嘛？还是英文作文啊？它会出类似这样的东西，闽南语写哈。因为这一个主题在这几个月来特别的特别的怎么说呢？真的是很应景。是的，大家可以看一看了country 啊，我对国家来说我们可以更正面的去思考，OK，然后呢，可以去就是拥有，这个对国家有什么重要性就是拥有良好的这一些价值观呐。说这个价值观呢是宗教和道德观，因为有的人没有宗教的嘛，是不是？但就是道德价值观了，OK，还有cara hidup sehat lo healthy，我们可以有 healthy lifestyle 可以这个叫什么 generate。国家经济说如果那个人健康的话，当然他对国家经济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对不对？想到了叫推动啊，这个 generate 推动。如果你考试的时候国语作文、英文作文，你真的是拿来读的话，你有什么不会的字再跟我讲，拍给我就可以了，我会再跟你解释。我现在算是很快的跳过了，OK，基本上是完了。你刚才我不是还有开一份呢？咋的？想要那个练习，看一下。OK，练习，如果有 print 出来的话，拿出来一下啊。这边。OK。这些还是这三题我们可以做掉先的哦。那天我们有做了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讨论过这一个啊。这个可以了，我看你会的，来，立即会的这个。哎，不是哦，这个这边有两个一样类似的哦。我有答案的，等下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答案。OK，所以这一个呢，他讲它的特征就是它的体型呢。比正常的人的大了，然后他是因为荷尔蒙不平衡，所以这个状况叫什么啊？这我觉得这有两个答案了哈，两个都是啊，有不一样吗？对呀，是哦，A 和 B 都是哦。OK，我再看一看哦，acromegaly OK，我们不要紧，这里可以看一看哦，它真正的差别，acromegaly 还有 gigantism，A 和 B 都是那个太大哦，对不对？就是它长很大，megaly and gigantism。刚刚我看到一个东西，他讲其实大脑这些人不一定天生的嘞，他大脑有肿瘤也有可能的。OK，是哦，两个都是现象。好，大家还是说acromegaly 是那一个疾病的名字。荷尔蒙那个疾病的名字，OK？他讲 in childhood，在童年他就会就是小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会导致就是高度就是特别咯，很高咯。说这个现象这个情况叫 gigantism 这个情况所以疾病的名字叫 acromegaly，这个情况叫 gigantism，OK？如果啦哈，它真的是出到这样的话，两个放在一起condition，这个是情况了这样的话，condition，或者是应该是小孩的话叫 gigantism，因为他讲是啦，在童年的话，他叫 gigantism 啦，是吗？是吗？OK，我觉得是要放有 acromegaly 就要选 acromegaly 的，其实。hormone hypersecretion occurs before the fusion of the long bone. 对。gigantism before 那个 long bone fusion 是小孩的。acromegaly occurs when GH occurs after the fusion. 对呀。所以他讲是骨头形成前还有后，所谓的骨头合并后应该是大人了，所以 acromegaly 来的。OK，acromegaly 来的这个。如果他真的是真的是有这样的话你再看一下，那个疾病叫 acromegaly，他的那一个成人身上了acromegaly。看一下
这是第九。嗯，它单词 B 来的，对。OK， 第十啊。Penglihatan kabur， 他讲 OK， blurred vision， 他的视线模糊。然后呢 ，loss of appetite 啊，他失去这个 X 讲失去胃口啊 ，selera。然后 Y 是讲呢不孕啊，这个字要懂啊 ，infertility 啊，跟蛮多人不孕。还有哦，就是 Z 是讲一直要小便的 ，frequent urination， 一直要上厕所小便的。OK， 这些哈、哦、都是荷尔蒙不平衡、荷尔蒙失调的现象啊、症状啊 ，OK， 哪一个是跟 diabetes mellitus genis 有关的？那个糖尿病有关的是哪一个啊？记得吗？跟糖尿病有关，是、so, diabetes mellitus、哦。我们有选两个 diabetes， 我跟你讲在哪里找啊？因为你的考试应该是在家里考的哈、啊，近期内的那个我不问你考了没有了 ，OK？ Then 你要知道在哪里吗？Diabetes 的话我们在讲这那一个荷尔蒙失调那一边、啊、所以你要找回荷尔蒙失调那一边，这边来的这一个看到吗，这边哦，这个 女生这边、这个、因为这个讲荷尔蒙失调151面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OK， 所以会导致口渴啦、哦、然后其实口渴就是要上厕所了。Hypoglycemia 就是低血糖啊，低血糖啊。其实、哦、还有什么啊 ？OK， 要上厕所，这个是 diabetes insipidus 的另外的啦，一直要上厕所啊，哦、口渴啊，低血糖、头痛、头晕啊这些，因为它这里只有这三个罢了。OK，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你觉得啦，有一个肯定是了的嘛？哦、还有嘞？你觉得肯定是的是哪一个？有吗？你觉得肯定有的是哪一个 ？WXYZ 糖尿病，糖尿病啊？你觉得肯定有的是哪一个？有吗？有上厕所啦，对不对？肯定有的是那个哦，一直上厕所啊，说 Z 啦，说还有哪一个？看一下图，看一下啊，有时候我们要读答案的啦。说除了 Z 的话，还有哪一个？你听过的糖尿病会有什么后遗症？很严重的，这个他的答案呢是很严重的糖尿病来，好像有人懂的，那天有人跟我提过的这一个，哈雪拉还是谁？糖尿病很严重的糖尿病还会有什么？那天有人跟我提过的这一个现象，嗨，有人在吗？这个啊，假设这个有啊，是有在的话，还有哪一个啊？没有、欸、有啊，有人给我提过啊，眼睛看不到的啊，不懂谁跟我讲的，不懂谁提醒我的、啊、讲会盲掉的，记得吗、哦、糖尿病会盲掉的、啊、因为它会然后它的内脏啊会一个一个 shut down 啊，会一个一个坏掉，这个是很严重的时候啦，因为 X 跟 Y 都不是啦，不孕没有啦、哦、然后没有胃口，没有啊，没有提过这个东西，所以 W 跟 Z 来的这个是 OK， 记得啊 OK， 11题啊要圈的圈啊 ，OK。第十一题，他讲哦 ，hormone testosterone 在哪里？产生的，这个你懂啊？啊，还是你不懂？懂了吧，大家？男性荷尔蒙在哪里产生？在睾丸啊？睾丸是哪一个？来来来，大家你带给我，睾丸是哪一个 ？A B C D， 看得到哦？你要看那个线呢，然后不要看错掉了。什么排除 C 和 D 惨哦，到底是 C 还是 D？ 睾丸是睾丸产生啊 ？OK， 好像真的是不懂了哦。大家真的是睾丸啊，所以不是 A B L 啊。OK，CD 如果你看清楚的话，东基是那个 P I 的，你要看清楚它指哪里啊？啊 ，OK 啊，大家 OK。然后这一个其实这个我们也是做完了，不过这个等下你可以再看、哦、我们看一下写的一点先 OK， 还有四分钟，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了，停下啊，讲多一点先啊 OK， 多一题啦。yang manakah是个三 physical dada berangsang， berangsang 是 stimulant 啊，刺激性啊，刺激性呢会有什么影响哦，他讲来来来、啊、刺激就是给你哪一个
会不会 lebih cergas perked up for a short while 啊，比较活跃一点感觉上，会哦，因为刺激性了嘛，对不对？心跳加速会吗？大家给我讲一下 yes or no。心跳加速会不会刺激性的药物啊？还是失去平衡？会啊，会刺激，对，刺激性的话心跳会加速。你要记得刺激性，所谓刺激性就是给你哦，准备给你做更多的东西，然后它会让那个人哦，哇，很有精神啊，你可以想象到咯，对不对？很活跃啊，哇，就这样咯，所以肯定是会快一点的那个心跳。 OK， 第三不是啊，第三那个喝了酒啊，是不是应该是一二吧，所以是 A 啊，这一个啊。 OK， 所以哦，你去做这个先。 OK，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好了的话啊，看一下下面的题目，好像这个他讲啊，高还是低罢了啊，你看一下啊，高还是低还是什么啦，能够填的填啊，还有这个第二题，这个可以填，填了先。 OK， 我们五点五十分见 啊，大家去看一下先啊，至少你要知道在哪里找啊，课本还有圈圈题啊，五点五十分见大家。